嗱，各位乘客，嗱，大家綁好全帶啊，綁好安全帶啊！一條咁直嘅大橋嗰度行車唔好離開座位嚇、啊，車上面唔好食嘢，大家保持清潔嚇、啊，車上面唔好食嘢，綁好全帶唔該啊！開曬門啊！我嚇，俾人 check 嘛？咩？呢個人係女嚇？但係已經入到嚟都唔閂翻嚟。真係巴士路，嗰個私家車喎，中港牌啊，應該好似應該好多風車喎。
都是快過啲金巴，踩不夠油啊！
已經見到個隧道咯，已經見到香港添咯，咁又話。吊橋幾靚啊！成日上上落落過人啊，條橋都搭嗰時完全唔覺噶啦，遠睇先見到。嚇咪、啊、如果唔係咪經嗰個海底隧道嗰段咯？如果大得滯。真係幾過癮，坐車過海。
手機啦。
見到嗰個轉嗰、那個轉彎嗰個嚟嘅，轉彎嗰個站嚟。全部行李帶走個關，過咗關，右手邊17號位上車，全部行李帶走個關，全部行李帶走，過咗關，右手邊17號位上車，歸定，盡快過關，這班車你坐不坐，坐下班車，下班車就不坐，過咗關，右手邊17號位。拎㗎啦，因為華語機度應該係同時嘅。
有點解嚟呢度都有殘骸嘅？殘骸。睇下出景個靚啲，入景冇咁靚。